我个人的收入呢，我是比敢说一定比上班族高，而且我是非常把工作排在第一顺位的。跟我会员都知道的事情，我每支影片都剪得非常用心，因为我觉得这是我的作品，我喜欢让大家看到我的用心，我的细节。我的收入呢，是对我来说是现在来说是非常算舒服的状态。大家都会说什么，我为了要找富爸爸什么的，然后会想要跟什么某一个人啊去吃高级餐厅，然后点最贵的套餐，那都是假的。你可以问我身边的朋友，我个人是很害怕吃龙虾的。我连去吃高级料理、高级牛排店，我就会吃得很不舒服。我喜欢吃的是夜市牛排。大家都，这其实我没有很想讲，但是何必讲呢？46楼的什么很高级的、厉害的美国什么高档餐厅，我进去那一刹那到结束都很不舒服。他有时候也会带我去吃金华酒店，然后我也都是吃的很不舒服，所以我只吃过一次而已。但真的吃到后面都想吐，所以我真的很不喜欢吃高级料理。然后有一次呢，我有一个好朋友，就是也算是收入算不错的人，然后他常常跟我带我去吃饭，然后他都会说什么。我的朋友想吃高档料理，你带我去吃。他就说你去找契尔，如果契尔答应的话，我就带你去吃。但他知道我绝对不会去吃，就让我当挡箭牌。他公司我当然很快乐的，他公司很快乐啊，就有时候可以看看旁边那个很好看的东西啊。有时候帮助快乐也是蛮快乐的，因为有时候遇到老奶奶，可能需要我帮他提东西。最近的事情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台湾熊市欧巴桑陈美宏，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， 我们是号角响起，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李佳贝祝贺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10岁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！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，生日快乐，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。